澳大利亚有没有好的基金呢？想买农业基金、矿业能源基金、黄金类基金，早周应该怎么选呢？有没有固收类或债权类基金呢？欢迎大家收看本期 Go Markets 独家解读。我们此前讲了澳洲的股票基金，今天我们来讲澳大利亚商品类和固收类基金，给出几个推荐。一、农业基金，基金代码 FOOD， 推荐理由：全球农业产品已经受到巴菲特等投资者的青睐。该基金投资全球市值最大的农业公司，并对冲澳元汇率风险。二、黄金基金，基金代码 GOLD， 推荐理由：该基金投资于实物黄金，并非常规的纸黄金。三、贵金属类基金，基金代码 ETP-MPM， 推荐理由：投资包括黄金、白银、钯金和铂金，风险相对更低。四、投资级企业债和政府债，基金代码 VIF， 推荐理由：债券基金的投资比债券投资更加稳妥，也更加灵活。该基金投资于世界各国政府担保的证券或债券。五、国债投资类基金，基金代码 VCF， 推荐理由：该基金投资全球国债，并通过澳元对冲汇率风险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，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。在悉尼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-9188-0418。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。下期节目再见。